好，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是94年学测第七题。那我们先听一下 Better 老师的英文发音。If you want to borrow magazines, tapes, or CDs, you can visit the library. They are all A. sufficient, B. marvelous, C. impressive, or D. available there. 好，那这一题的话，我们看到逻辑线索是这个 if。对，那所以我一看到 if 我就知道说 if 后面这一边啊，直接接的这句话就是一个假设。对，那他说什么？假设如果你想要借啊杂志，或者说啊一些这个是影带或是 CDs， 那你可以去什么？去图书馆。对，那为什么呢？那后面又接了一句话，他说 there are all 什么什么 there。对，那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啊，他前面在问说，如果你想借，那你去图书馆，那意思就是说啊，那图书馆都有嘛，要不然他为什么会叫你去图书馆？所以我这一边我就是要填一个什么字，我们的假设字就是说啊，都存在，他们在那里都有。好，那我看一下 A B C D 哪一个字有这样子的概念，就是这个 available。对，那这一边就是什么？可取得的意思。 OK， 好，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为止，谢谢大家。